演唱回家，王振金请支援收音。金曲三无颁奖，怀念已故音乐人，出现李玟照片，让粉丝超感动。蘑菇蘑菇，躲在家里的角落，老爸老爸，你到底在忙什么？蘑菇蘑菇，创意丢进魔法锅。清风表示。不过金曲三五同露露主持开场表演，粉丝傻眼。这首《蘑菇浓汤》是苏打绿、清风前经纪人林伟哲公司创作的儿歌作品。清风曾公开揭露黑心大骂是独孤，没想到金曲开场表演竟改编这首争议歌曲，笑气死苏打绿，难怪某人要缺席。金曲奖35年，你们知道吗？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，我们都不要忘记。台湾加油！结果小粉红炸锅，但上不了微博热搜，因为64是禁言，还得翻墙管爆巴奈 IG。 最惨的就是收音设备问题，新客金曲歌王热狗表演时发生放送事故。我是马夫，小时候的把布跟爸男生汉，不好意思。昔日美声天后顺子消失10年后要回台演出经典歌曲《回家》。回家，回家，马上来我的身边。回家，回家，马上来我的身边。可能是收音问题导致顺子声音闷闷的，网友听到回不了家，干脆请全联支援收音。